和小鲜肉啪啪就真的会更爽吗？这个还真的不一定。早在2018年的时候啊，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呢做过一个研究，研究了6000多名20岁到93岁的美国人的性生活质量。研究表明啊，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，人们会逐渐的掌握一些技巧和策略，而这些呢才是真正有利于提高性满意度的王道。所以呢，你懂了吗？年纪不重要，技巧才是王道。科学弹性，关注我吧。